哎，大家好，这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Monster Hunter Rise》的游戏康视频。我们上一期呢是终于把我现在是想要的这个武器装备，等于是 farm 完了，现在呢也是重新回到应该是上位七星的一个开荒中来。我们看一下，剩的任务挺多，但是怪好像就是新的怪应该不是特别多了。这个是什么？好久没有打了，这个怪名字突然想不到。我觉得新的怪可能是留到后面再打吧。其他的这个怪呢，这只怨虎龙可以是先打一打。说是新的怪，这个怨虎其实也不是特别新，主要是那边那个好像叫什么鬼血鬼兽还是什么东西。那只怪由于是之前就是完全在甚至在 demo 中都没有见过，所以说是对它的动作应该是更加不熟悉的。当然，说到怨虎也是到了上位之后，好像我不太清楚是因为这个怪就是下位跟上位它是动作有变化，还是说又是血变多不容易硬直了，所以它的那个充能状况是。就是真的是多了一些新的攻击，我目前是不太清楚。装备应该是弄好的，我的。这是黑色的。好像，弄一个冰牙的，冰牙胸是白的，所以给它颜色调一调。好像并不影响我的那个，就是幻化的装备啊。算了，不管了。好像是你的这个盔甲的颜色跟幻化的盔甲颜色是两个选项。为什么出了一个 buff？什么情况？是不清这个动作，他是要抬了个头吗？还是什么判断？这我没有见过呀，又成开荒了。这真的都是 demo 本身就没怎么打几次，然后这些动作信号就不清楚。判定不出来呀，就是他是发呆。刚才我判定就是他发呆了，然后结果是这么一个施法前摇，这一招我见过，没有扛得掉。
判断出是吼了，但是我在这招真的不会判断啊，都一出我都中了，完全不清楚在干嘛。刚才那个攻击我没记错的话，我 demo 经常被猫掉，它是有伤害的。我直接吃技了，这个怪有点难打。就是打了一个 Handbreaker， 怪直接跑了，还是不认识这个动作。他给人顶起来的攻击，我是见过，就是 demo 中有，但是 demo 打的很少。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村基本上那招不出。他的施法动作应该就是好像是在头往上扬一样。应该是他的施法动作，但是游戏见的太少，而且我的习惯，他出那招，我以为他就是在发呆。要怎么防呢？没有判断出来，他在看什么？我在看那个东西，没有看怪的动作。你在打我吗？怎么感觉这么怪？反派晚了，这判断出来了，反派晚了。这就是什么招？这个是有的，但是，哦，就是这一套连击后会发这个。是连击吗？我不清楚了。这怪完全没见过，这些什么动作都是。我以为是拳头着地呢，结果是这么一个情况。至少刚才这些动作是 demo 中我见过的招数，之前那些动作就乱七八糟的，真的是
没有见过啊。这个我就完全不清楚了，这是干嘛？为什么一上来没有被打到？有点后悔 demo 打的少，但是那个 demo 那个强度真的是完全学习不了，打两下就直接给你猫了，就是一下秒，有些攻击都是也是学习不了，不太清楚这些招数是上位一个特有的，还是说 demo 你需要打的很多才能知道招数，至少从我有限的经验来讲，真的是现在完全不清楚这个怪在干嘛。干嘛去了？还是没有判断出来，就吃多少次了。我为什么老会平白无故的出一个彗心？是哦，我有那个 Max Might， 我才意识到。
这是就是持续时间，我如果一翻滚它还有回去吗？好，还持续点时间。持续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消失时间跟持续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是我稍微跑一下好像啊还是没了。这个新怪包括怨虎龙我觉得都要重新的去学习，这个怪就是打打突然变下位或者说是 demo 动作后的时候我是完全会打，然后突然出一些新的攻击我完全就是你出一个我就中一次，真的是好恶心。这个什么泥翁龙吧也是从下位开始就不太会打，我要弄个这个任务。不会打，时机就判得不好。
我防晚了。需要第一时间纳刀，这是一个三段攻击吧？弄完之后还有那个玩意儿，看不见了。这连太刀都 counter 不住的一个这么快的一个连接，这是什么？为什么又变慢了？到我，我都不太清楚在干嘛。我现在发现，就是你跟他近身打他，好像攻击不容易打到你。我就玩命输出，好了吗？看不懂，怪太大，然后很多动作都你看不到。而且刚才那个攻击的连击真的是有点，一个连击打完后，马上又出另外一种连击。就等于是必须要等着这个他的攻击进入大硬值的时候你才能反击，但是又不清楚什么是大硬值，有的这个攻击也是超慢，就是你刚才在打什么？受不了。为什么就那个墙就自己避开了？是什么 AI 啊？
会吼。我就在你跟前，你什么都没打到我。这个怪设计的，我觉得实在是有问题。我刚才我这怪我不熟，这是一个问题。但刚才我看到的就是。我在怪跟前，我连动都没有动，然后他的攻击在那续半天，续半天力，然后结果把我 miss 掉了。现在给我感觉就是好多我这个怪中招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攻击根本就不是在瞄你的，很多攻击就是在乱打，你想去回避，结果反倒是中招了，你就是在那儿无脑的去输出，我感觉上好像倒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认，就是我完全不清楚在干嘛。解くとしますか。
血好多啊，不是已经瘸了吗？这打这么半天。看见了吗？刚才我一个攻击 miss 了，然后我在原地收拾刀，连动都没有动，他那攻击没有打到我。还是怪太不熟悉了，这个怪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有参考价值。现在唯一能会躲的攻击基本上是有参考价值的攻击，像那个炮弧的那个爪子拍地，然后什么爪子扫人，好像是像炮弧的，还有什么海龙的，剩下那些尾巴乱七八糟攻击真的我就是看不懂了。我是什么支线任务？先看一下他的装备吧。还可以升级，属于属性很高，物理太低了。三点的利刃，这为什么还有个爪子，有点像机械的爪子一样。这头不错，是一个快速变形，等于是充能斧跟斩斧可以用上，还有两个孔。变形珠好像也是一个两级技能，等一个头是可以，现在是不错，这个胸也不错，带利刃，手是回避性能，胸的话两点的利刃倒是一个一级的孔。特殊弹种强化 Double Cross 里边射什么内藏弹应该是不错，这个应该是不受影响的吧。强化就是你各种带槽的武器的那个满槽后的效果持续时间应该是增长。这是一个两快速变形，等于是一个两级柱，也就是说配那个头应该是一个头可以配出一个满级的变形，而且还有一个富裕的孔。这倒是不错，
我现在高速研磨好像是差一个。其实刚才我应该是，我现在应该有没有能造这个抗泥？其实刚才打那个龙可以是弄抗泥，但是感觉是我被泥影响到不是很多，主要就是读不懂这个怪的招数，这怪还是打的少。我觉得这期可能有点短，不过我觉得还是截一下。我这边主要是都是后边的怪，上位一个是难的，另外一个是好多怪都是不太熟悉，所以说打起来会更困难一些，就不去录一期放太多的东西了。这样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